安排了哈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。啊，还有那些谢谢啊，爸爸妈妈啊，他们两个也很辛苦的啊，带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利组成的家庭，真的是他们真的付了很多的代价，谢谢爸爸妈妈，也谢谢啊小哥，还有我们舅舅，姐夫啊，小姐夫们都非常的感谢他们能够来到德归里。哎，谢谢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，这么热烈的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我跟你在教会见面，谢谢。你要感谢神，那你找这么好老婆，确实是感谢神的恩典哈。对啊，找这么好吧。给我们安排了啊，这是一段姻缘，我们谢谢神的恩典。啊，也谢谢亲友们给我们这么大的祝福啊，来到我们当中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恭喜。祝大家在明年的时候，从今天开始都能够蒙神的祝福，蒙上帝给你们的恩福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相信上帝会祝福你们的啊，在你们事业上、你们的精神上啊、你们一切的物质上，我相信你们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。